你还在犹豫什么？按摩小腿一个月有哪些惊人的变化你知道吗？很多人都不知道，每天热敷按摩小腿的好处就是这个新升级足底小腿都能用的按摩器，它有20个凹凸按摩头，深浅错落有致，仿人手按摩，可以由浅到深的按摩你的小腿肌肉，三档力度模式，正反揉捏，热敷功能全方位包裹你的小腿，像是一双温暖的手给你做 SPA 一样舒服。这种按摩的酸爽只有用过才知道，有了它每天自己在家就能享受按摩，再也不用去按摩店花冤枉钱了。现在还是厂家做活动，没有中间商，只要一顿饭钱就可以带回家，不喜欢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款。心动的朋友赶紧点击下方链接入手一台试试吧。也不想买啊，可是它真的便宜啊，产品很好，赠品也不错，一个就能满足一个家，真是后悔后悔没有早点买。今天趁着厂家直销，我又多买了两个。要不要400？不要。300要不要？不要。200呢？不需要啊，我再给你们强调一次，我就是这个足底按摩仪的源头工厂老板，我们做生意啊都是凭良心的，今天点击下方链接下单的，我还给你全国包邮，一顿饭钱我给你带走。连续按摩小腿一个月会有哪些惊人的变化你知道吗？很多人都不知道每天热敷按摩小腿的好处，就是这个新升级足底小腿都能用的按摩器，它有8个凹凸按摩头，深浅错落有致，仿人手按摩，可以由浅到深的按摩你的小腿肌肉，两档力度模式，正反揉捏，热敷功能全方位包裹你的小腿，像是一双温暖的手给你做 SPA 一样舒服。这种按摩的酸爽只有用过才知道，有了它每天自己在家就能享受按摩，再也不用去按摩店花冤枉钱了。现在还是厂家做活动，没有中间商，只要一顿饭钱就可以带回家，不喜欢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款。心动的朋友赶紧点击下方链接入手一台试试吧。现在点击下方查看详情即可购买。